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宝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这是常识》。现在啊，我们在平时的家庭大扫除中，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冰箱如果长时间不清理的话，就会有异味，而且这种异味啊很难清理。本期节目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去除冰箱异味的小窍门。一，把几块竹炭放到冰箱的冷藏柜里。竹炭特有的多孔结构可以迅速吸收冰箱里的异味。二，把一个柠檬切成两半，不要覆盖保鲜膜，把柠檬放在冰箱冷藏柜的上层，柠檬散发的清香味啊，可以在一周内把冰箱里的怪味驱除殆尽。三，用纱布包50克茶叶放入冰箱，一个月以后啊，取出来放在太阳下暴晒，再装入纱布放进冰箱，反复使用也可以驱除冰箱异味。四，蒸馒头时剩一小块生面，把生面放在碗里，再放到冰箱冷藏室上层，可以使冰箱2到3个月以内都没有异味。五，将燃烧过的蜂窝煤完整的取出来，放入冰箱内。当然，为了使冰箱内干净，你可以将它放在一个盘子里，放置1-2天后即可驱除异味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关注这是常识，了解更多常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